其实热带性低气压跟台风哦，只有一线之隔哦。像这一次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的规模其实强度上来讲，大概就不亚于一个轻度台风，它只是差没有一个名字而已。它基本上大概就已经是一个轻台的这个等级了哦。所以说，它加上说它南侧，它的中心的南方哦，其实夹带了非常丰沛的这个水汽进来。那它进入到陆地之后，它跟地形的这个交互作用，就产生了非常旺盛的这个对流系统的发展。那这些对流系统发展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强的这个降雨的这个状况，再加上说整个它在进入陆地之后走得非常的缓慢，走得非常缓慢的这个情形底下，降雨的强度强，然后降雨的时间长，那整个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很容易就会造成这个比较大这个灾害的这个情形哦。那这一次很刚好就是这两个条件都达到了，这条管制那条管制，管制了后所有的警察系统包括119系统，没人知道哪一条管制，卡入去问讲啊，这个马仙桥动起来啊，一边动起来，这边有通无？完全失灵，这个政府完全失灵。政府的运作方式要改变了，不要相信说一个局一个署一个部可以解决问题。你要是没有一个 teamwork， 在没有一个很强的专业支撑，其实台湾的淹水问题，我不认为在短期间会看到曙光。其实这一次真的是降雨的强度真的还蛮强的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时雨量有达到破百的这个标准，那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在台湾的这个防洪设计来讲的话，的确是有点难以承受，因为这么大的雨量，在以全世界来讲的话，大概都很难找得到有地方可以承受这么瞬间的这个强降雨的状况。三个小时接近300毫米的这个降雨量，在全世界来说的话，能够找到能够承受的这个国家，我想应该是非常有限。这不是治水不够力，这是完全失败了。那我们现在就高度怀疑，到底这200-300亿投到哪里去了？啊，记得3年前赖清德讲什么？过去30年做袂好的工课，我清德啊3年就甲做好啊。各位乡亲，对今仔开始，风台落雨来，咱拢袂过淹水啊。敢无听的？19天后，一直到甲今仔日。每一阵雨就是淹，淹，又再淹。过去在治水的方向，我们太迷信工程手段了。我们过去把钱全部扎在这个工程手段上面，没有从都市设计的角度上面来解决这个问题。